中秋奖金争夺赛。今天不是他们自己竞争，要跟外界来竞争啊。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表演，就是喜欢这种稳扎稳打，就是一种享受，有一点点感动到姐姐，谢谢。我觉得又你没有唱好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歌可能不太适合你啊。中秋佳节，花前月下，电子、李子、银子，谁是最终赢家？瓜哥变瘦啊？真的吗？帅很多，真的吗？我想说，我14岁的时候唱这首歌，会唱这么好吗？我觉得你整个人都在音乐里面。我有被静宇感动到了，用尽全力，很棒的感觉。就是个台语人嘛，在音乐的这个氛围里面，就是一种享受。没有想到佳宇今天完全哈端出了一盘菜，是我们想都没想到。全能歌手这个舞台是需要讲全能，意思他在舞台上他必须展现他不同的才华。那芝熙也不会怕碰到谁吗？不会，没在怕的。我觉得今天对了，有这个外敌来，我要反击的感觉。之前你上带我走，我就自己走这样子。今天如果你这个 yes or no， I say yes。我没有访问你，我的主持资历是不会完整的。那我很幸运呢。歌声现场听非常的震撼。谢谢谢谢。我看你的长相跟声音，就有感觉是跟我一样是原住民。没有错，一定要有这个血统的。一定要这样讲话吗？一定要啊。看一开始看我们戴爱玲姐姐。一开始唱歌怎么了？他不是用嘴巴在唱歌而已啊，我用心在唱。你不只用脸在唱，还有用身体在唱。全能歌手由爱妮雅化妆品冠名赞助。